又来了。嗯。哎、欸，玻璃有贴条，你们要不要乱移动？集中在前方，好不好 ，Ringo？ 沟通一下。每次整理一些照片，我就想，我怎么那么苦命，每天都在弄这些。现在已经放寒假了。晨曦刚打出去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就好像没空档啊，这边空时间又在哪里也是坐着没空，哪里只喜欢跟迪鲁玩。是啊是啊，但是最嗨的时候还是他跟迪鲁玩。银背就是这个死德性，他要关注别的事情啊。玩的方式都有了，他没有像小巴黎，而且小巴黎有时候很烦啊，就学他妈那时候玩的也是很烦啊。那结果就是不耐烦的话，就停不下来。那结果是男生跟爸爸其实角色上不太一样。天气放晴，大家开心。太阳没有太大，阴天是。哎，听到没有？不要乱动哦，有贴条，你要集中在录音。两只小的都没有打，完全没打。那个光线太强，整个拍出来都浪费。